Tschüssi.怎么样？张姐的，嗯，哇，这就是张姐的味道，色香味俱全，天上贡品，人间极品。这一下，你说就他这张嘴啊，跟你爸一模一样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那些没用的啊，你都多长时间没见着西城了，见面就掐。其实啊，你在岛上那段，你妈可想你了。 来，菜都上全了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哎，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！来，张姐，这个我这个，谢谢。西城，山里救援那节你先不用讲，那会儿我们几个都在呢，是不是啊，大明哥？哎，就是啊，你给我们讲讲那个老鬼吧，我可听说啊，他可是咱们消防界的传奇人物啊，怎么样，他厉不厉害？不是，你先别说他厉不厉害，哎，西城。 你先讲讲，冯哲那大傻子他为啥溜走？哎，不是，他啥时候回来看我们？我跟你们说，这钱家岛的故事啊多了去了。如果你们真想听的话，你们每个人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说说。说说今天400米负重训练，你们每一个人必须达到良好线。那我不听了，不听了。不是李西城。 我咋觉得你跟这扑克脸越来越像了？跟我像有什么不好吗？报告驿站，安定消防站，一班消防员李西城正式归队。昨天支队长还问我，谁放你小子回来的？我怎么回答呀？我回来。 是更好的向夜战看齐。哼，贫嘴。400米负重训练，准备。是。快！在海棠小区，一名儿童头被卡在栏杆里，请求支援。阿宝，你救出来啊！你忍住啊！哎，解释一下，消防员叔叔来了。 消防员同志，我儿子卡在栏杆里面了，快一个小时了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别着急，拿工具准备破拆。好，我去。来，大家别看了，往后退，往后退。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武斌，做一下保护。嗯。小心别怕，消防员叔叔来救你了。来，大家往后退一下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再退点啊。 西城，开始吧。好，大军，跑着点。来。跳出来了，跳出来了！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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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来坐了，谢谢你啊，坐对，谢谢。你来坐了，坐对，谢谢。哎，你坐了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你在这儿一下我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老张啊，实在是跳不动了。 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这肚子老疼。那你有什么感觉啊？哎呀，
一阵阵的恶心，还犯酸。哎呀，主要是一点食欲都没有。啊，就这儿。那是胃。胃？你是不是总觉得胃里头有一种炙热的感觉呀？是啊，你咋知道的？坏。你说话呀！是，我呀，前几天有个朋友啊，就跟你现在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啊。后来到医院一检查，胃癌。啊！哎呦，我说老赵啊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！哎呦，我这我可不是吓唬你啊！哎呀，身体可是自己的，身体是一，其他。全都是零。今天上午表现得很不错。您的菜请。和备课人员的沟通顺畅，名义上是我在指挥，其实是你。哎，你千万别表扬我啊，该批评批评啊，我大师。你成熟了，所以我才会和你聊这些。你不会是要赶我走啊？我是想你跟我一起带好安定。不是才刚当上站长没几天吗？现在就要甩锅给我了？我不知道，你从安定到蓝燕，又从蓝燕回到安定，走这一遭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呢，干了10年消防员了，除开在蓝燕的这段时间，9年都是在安定度过的。这安定就是我的根。我不也一样吗？如果没有你和吴战给我机会，说不定现在我还在我们家那个海鲜店送货呢。西城，自从我受伤进了医院之后，我这身体素质大不如前了。本来站里人数也不多，可是你看，省里马上就要举办消防科技大赛，还有消防员大比武，这时候真的需要你个人站出来，来带好安定。我听明白了，你就是想把安定培养成另一只蓝燕特勤。你不想吗？我如果不想的话，就不会回来了。这事儿你就放心吧，啊，无论是做你的助手，还是做安定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消防员，我都会竭尽全力，以你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。你这拍马屁的毛病还真没改。我这哪是拍马屁，我这是真情流露啊。行了，多吃点儿，吃完该回家回家，明天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大比武的事儿。好嘞。谁呀？喂，你好。阿姨吃饭？哦，我还没吃饭呢，我正准备去吃饭呢。啊，好，那我马上过去找您。易冰的妈妈要请我吃饭？哎，阿姨，哎，谢谢阿姨。
你仔细听好了，我问，你答。李希成，哎，你是真心喜欢温以冰吗？当然了。你打算什么时间给温以冰买房子 ？A. 两年内 ，B. 三年内 ，C. 五年内。阿姨，以冰身上不都背着房贷呢吗？这，请答题。哎呀，别笑啊！你好好看看，你妈这是什么情况？你不然带她去看看吧。我知道这个协议书是有一点过分，但是我妈起码同意我们在一起了嘛。你是不知道，在现场的人看完了你妈的这通表演之后，究竟是一个什么心情。我大体给你学一学啊，你妈就这样。小李啊，你如果签了这份协议书呢，我就同意你和我们家一冰在一起。你如果不签呢？你就小心因果报应吧，你。喂，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妈这搞什么呢？李希成，你说话注意点啊，那毕竟是我妈。不是，一冰，我真的非常认真的跟你说，你妈请我吃这顿饭，真的不正常。我觉得吧，她应该是更年期到了。嗯，更年期这个事儿已经是你妈十年前的阶段。不对，哎呦。哦，哎呀，呵，啊，行了，我明天回家跟我妈好好聊聊，这样总行了吧？疼疼疼，啊，疼！有那么疼吗？哎呀，哎呀，好像打到之前受伤的地方了。是吗？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看看。今天可能回不去了。哎呦，我可能要在你这儿和你一块儿睡了。哎呦，你给我忙，回家去。我真的很疼，真的回不去了。哎呦。你吃橙子吗？我给你剥个橙子吃吧。好久没拿刀，我去拿刀。哎呀，我们家一冰想吃橙子喽！叶真，就这种成绩，露露脸还可以，拿名次门都没有。明白，今天我让他们集体下去。叶展，我觉得盲目的增加训练量不会有任何的效果。像今天练的400米物资疏散、负重登楼训练，他们也不是个个都不行。像世元，扛假人的速度虽然慢了一点，但他身体的灵活性比较好。负重登楼的训练应该是班里第三。陈建祥呢，腰腹能力比较好，但他起步比较慢。吴斌就刚好跟陈建祥相反。
不要跟我说你的观察，拿出解决办法。我觉得强项和弱项应该结合在一起，单向强的人带着弱项的人脸，这样效果会更加的明显。小孙，到。按李班长说的练。好。多谢叶战肯定。你可别谢我，按你的方法练，你却要对结果负责。没问题。妈，我和曼姐的事儿，没到要对她负责那一步。行行行，别打岔，这不是现在给你的。哎，接着，把那个单亲妈妈的事儿交代清楚，跟我。我有啥好交代的？哎呀，她到底对你好不好啊？她对我好不好，我也摸不准。但是我一见着她吧，我就想对她好。哎呀，我是儿子，你可想明白了啊？人家现在是母子俩，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一个当爸的入伙呢。哦，妈，我懂。我喜欢许曼姐，不管她是二婚还是三婚，单亲还是多亲都不要紧。行，妈明白了。赵大军，嗯，听着呢。啊，我跟你说。妈，你昨天找李希成，又是协议又是聊天的，你要干嘛呀？哎呀，我找他怎么了？我还正想找你呢。哎，我可是向律师打听过了，那个协议啊不保险，妈给你留了个后手。嗯，这折子上的钱可都是你的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哎，记住了啊，这可是婚前财产，如果以后你俩黄了，那小子一个子儿都落不下啊。妈，你这脑子一天天想什么呢？哎，不是，妈就跟你妈这情况你还不了解，入戏太深。你妈属于那种呢，看部言情剧啊，自己就能演一遍，兜里有10块钱，哎，就能离家出走。赵大军，我现在时间宝贵，没有闲工夫跟你瞎扯。以后你要是不照顾好乐乐和一冰的话，哼，等着吧啊！我就是到了那边也不会放过你。行了，我走了啊！哎，走了走了。他干嘛去了？不知道啊。这走火入魔了。他们家练啊，多少也有点进步。我最担心的是时间。还有5天就要大比武了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要拿一个前3的名次，觉得不可怜。咱们安定荣誉墙上的那些人，哪一个不是把别人眼里觉得做不到的给做到了？好吧，那这样再分训2天，2天后我们统一集训。喂，张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臭小子，今天晚上跟站里请个假，回来一趟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电话里没法说，反正你今天晚上回来一趟啊，我有重要的事儿和你说啊，尽量请假啊。哎，哎，喝茶喝茶喝茶，你干嘛去了，张姐？
啊。哎，张姐，我跟你说，逃避是没有用的。我今天过来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哎呀，一冰妈，你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我逃避什么呀？你说你今天来了吧，非要看我之前的账本，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啊。要不那个老赵，你帮我翻翻。账本不就放在什么地方，找不到也没办法。你看你放东西总是丢三落四。也对呀，你说这一冰妈也是啊，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账本感兴趣了呢？张姐，说白了吧，我今天过来可不是为我自己。嗨，其实吧，我也没啥奔头了。不，我可是为了两个孩子的事儿过来的。不，怎么了？这什么意思？什么奔头啊？孩子啊？是啊。我问你啊，张姐，你们家小李是不是跟我们家一冰交往？对呀。这要交往，是不是得结婚啊？是啊。往短说，是不是得有下一代，得有孩子呀？啊，往长了说，那还得顾上一代，还得养老呢。你们说是不是？一冰妈，我想插一句啊，就是现在两个孩子是不是正在搞对象啊？是啊。你现在对西城也是在考察阶段，这刚开始就什么养老啊、生娃呀，这是不是有点早了点啊？早什么早啊？我可得替我们家一冰把好关啊！哎，你们店里的流水，还有你们家的财务状况，直接影响到小李能给我们家一冰带来什么样的生活。你说你们现在不拿给我看，那以后也得烧给我看，是不是？你们这儿还营业吗？哦，营业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先等会儿啊。一冰妈，你的意思呢？我听明白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今天先回去。等我忙完这段，我那个把账本给找出来，我复印好，让我儿子带给你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那个，你还真要把账本？老赵，客人来了，你没事你点菜去啊。哎，别，张姐，我现在可是争分夺秒的来跟你聊，那谁知道以后？呀，算了，明天晚上之前，你让小李把账本拿给我看，就这么定了啊。再见。哎，慢走，哎，包。哎呦，慢走啊！哎，再见！别着急，别上火啊！哎，慢走！你还真要把账本给他看呢？看账本，你没发现他今天这儿有问题吗？你看不出来呀？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那还得给他呀！你要是不给他，他明天坐在这儿，他不走，怎么办？你对付他，到时候不。来了，二位来，能对付得了吗？张姐，你是说我妈来这儿要看账本？查的还不是一周，一个月，她甚至想把全年的流水账都查了。赵叔，她妈妈来找张姐看账本的时候，是不是特别的严肃？可不是。所以把你妈都给逼急了，一个劲儿要给你打电话。那她说话的时候有没有一点儿前言不搭后语？是啊，她说什么不图个啥，就是为了孩子着想，又说什么现在如果不给她看呢，以后烧给她看，反正就是我觉得她说话颠三倒四的。一冰啊，说句不该说的话，我以前觉得吧，你妈身体好像是有点什么别的问题。现在看来，你妈得的是，好像是躁郁症。躁郁症？嗯。赵叔，躁郁症有什么症状？这，焦躁不安，精力旺盛，喜欢主动和人家攀谈交流。谁呀？哎呦，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快进来。何儿啊，你不着急休息吧？哎，不着急，快，我给你倒杯水啊。好。来，喝水。哎，好。阿姨，这么多年没来，还记得路啊？嗨，小何啊，这两年以前啊，从你这儿到阿姨家的路，阿姨走过无数次了。这不是一直还想着
这条路不是，你还要娶我们家义兵吗？啊，是，阿姨啊，这么多年谢谢你一直帮着我。义兵是一个好女孩，但她已经明确的拒绝我了。哎呀，和啊，那个阿姨好好的给你分析分析啊。哎呦，这……哎，亲爱的，这是……哦，这是我朋友的妈妈戴阿姨。哦，阿姨好，阿姨好，啊，你好。我们聊点事情，你先睡吧。啊，那你们好好聊，拜拜。啊，小何啊，这要是搁在平时，阿姨肯定不会来找你，这么死乞白赖的求你，多丢人呐！哎，不是，阿姨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好了好了，可你得理解阿姨啊。其实这事儿吧，我也管不了许久。但是一冰的婚事，阿姨确实是放心不下。和儿啊，只要你能答应阿姨，阿姨就安安心心的走。阿姨就是到了天上也会保佑你的啊。不是阿姨，你这你怎么了？其实这事儿吧，我谁都不想说。这不是阿姨跟你亲吗？就什么事儿都不瞒你了。就前两天，我查出自己得了胃癌，这横竖是没几天了。不是，阿姨，早年。阿姨，先别急，先别急。阿姨，别哭，别哭，别哭，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早年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阿姨，先回去，先回去，先回去，阿姨啊！早年呀，小姨，这真的是横竖没几天了。找我有事啊？哦，趁着你午休，特意过来找你。昨天阿姨找过我，跟我说了很多。抱歉，打扰到你了。一冰，阿姨身体出了这么严重的情况，我也非常难过。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好。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了。谢谢你，何然。我确实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我妈，但她现在身体这个状况，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健康。哪儿还有时间呀？如果阿姨再不做化疗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躁郁症做什么化疗啊？什么还有多少时间啊？癌症，阿姨昨天亲口跟我说的，胃癌。态度积极一点，现在我还没有告诉爸跟天乐呢，咱们先在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，就算确诊了，他还有前期、中期、晚期呢，只要不是晚期，咱们就都能治得好。哎呀，这次啊，我是要死在这医院里了。妈，你不能心理上自己先放弃自己啊。现在医疗条件非常先进，肯定有治疗你的方法的。我说一病啊，这个病妈妈已经了解过了，就剩那么一丁点看得到头的日子了，你别劝妈妈了。孩子，有时候你是不是特别恨妈？哎呀，妈，一家人多少都有磕磕绊绊的时候。妈这一辈子是经历过婚姻失败的女人，妈就想着，妈受过的苦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再吃了。妈，我了解，我明白，但现在不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啊。闺女，妈跟你道歉，
妈对不起你。妈，妈，我不怪你，我以前是总跟你生气。以前我觉得你管得太宽了，有时候你还特别爱耍小性子，但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我才管得这么宽的，真的没事儿啊。行了，闺女，你就别再美化妈了，知道吗？妈这一辈子心里什么都没放下，只装下我们家四口人。你和天乐不关注我了，我这心里啊，我就虚得慌。有时候你们忙了，顾不上搭理我了，我就担心我们这一家四口是不是不存在了。哎呦，妈这毛病多，跟李希成的妈妈真的没法比。谁说的？在我心里，我的妈妈是最好的。真的？嗯。戴媛媛在吗？在啊，准备做检查了。好，嗯，好。妈，孩子，我怕。不怕，妈妈，我一直在这陪你。啊，啊，我陪你去，来。啊，没事儿。站长。咱们现在这个激情单双杠练的在省里也算排得上好了吧？可不止这一项，好不好？比武咱们那几个项目，400米疏散物资、滑绳、锁匠，还有负重登楼，咱们哪一个不是刀尖上的水平啊？你这说又嘚瑟。要我说，还是西城想着办法好。不然你们想想，咱本来就不是一个满编的消防站，你跟其他消防站比，还真说不好。还是因为咱们大家的努力，不然用再好的办法也没有任何的作用，是吧？我提醒你们一句啊，咱们安定在比武当中历史的最好成绩是第7名，离我们第3名的目标还是有差距的。吃完饭都赶紧回去休息捋一捋，好吧？是。叶长，那个我能不能明天请2个小时的假呀？怎么了？一斌刚给我发消息，说他妈身体不好，做了个检查，明天就拿检查报告，想让我陪他一起去。情况不大乐观。这要搁以前啊，我肯定不能准你的假。你自己也知道，你这个月的休假用完了。啊。但是这次。我准了，把家里的事儿处理完，安心参加比赛，争取拿个好成绩。谢谢叶正，走。哎呀，这结果会不会不好啊？哎呀，我算了算了，我不想知道结果了，我不去了，我不去了，行吗？没事儿，妈，有我们在呢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，真的。哎，别别怕，停了停了停了。哎，阿姨，妈，哎，你们怎么也来了？哎呀，说真的，何苦要架着我受这份罪呢？非看着我死在这医院的病床上，你们才能放过我，是不是？妈，全面检查都做了。总得知道结果吧。哎呀，我不管，反正啊，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。小李，哎，你要敢对我们家一斌不好，阿姨就是到了那头也不会放过你。阿姨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我跟一斌的事情不都签了协议了吗？跑不了的啊。小乐，啊，哎呀，乐乐，妈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。哎呀，妈，不会有事儿的，真有问题。我爸、我哥、我姐还有我，咱们一起解决。妈，加油！加油！走啦，走。你除了胃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哎呀，我是大夫，要不要我们再检查一遍？
反正我的胃也已经这样了，我再能检查出个什么并发症也可以。反正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你都把我搞糊涂了。胃镜显示你根本不是胃癌，是神经性胃炎。多吃点香蕉。小李，你跟我们家一斌的事儿吧，阿姨考虑过了，好多地方都不成熟，要不咱们再成熟，绝对成熟。你忘了，我们不是签了那个协议吗？协议。全心全意，对我们家一斌好的。这还差。行吧，先走了。嗯，行了。啊，先走了。再见。曼姐，你要走啊？我有话要对你说。我看你一直在忙，本来不想打扰你的，其实我也有话想跟你说。